大哥，你还没有回来呀？你吃饱了吗？我今天要 OD 啊，你不用等我啦，我有东西做哎。吃不完啦，OK 啦，拜拜。妈，你怎么在这里睡觉？我在等你回来呀，我弄上菜给你吃。跟你讲我没有吃咩？怎么吃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去睡觉去睡觉。妈，今天 OD 啊，你不用等我啦，我自己搞定的啦。